这周我看的这个论文是 Laura Harp，这篇论文呢是研究了就是 Laura 的一些模块性以及如何组装 Laura 去实现一个更优的办法去来做一些推断和训练。然后首先背景还是说Laura 这个技术已经成为一种高效的微调技术了嘛，它是通过减少对内存呀以还有这个计算成本的这个需求来加快对大语言模型的一个训练。那它最基本的原理就是说，它把就是大语言模型的这个基本参数我给它冻结住，然后在这个模型的旁边开一个侧链，然后让这个侧链去模拟整个模型的参数，然后我们训练只用训练这个侧链的参数，然后。来实现就是在目标任务提供高性能，然后右图就是 Laura 的一个示意图，然后但是呢，Laura 这篇就是这个工作呢，它可能就是它主要针对的是如何促进微调语言模型的这个效率，但是它可能缺乏了对Laura 它模块就是 Laura 这个固有的模块性以及。不同的 Laura 之间可组合的研究，然后本篇论文呢，就是，他研究了 Laura 模块化的一个潜力，然后，他希望使用不同的 Laura 去组合成一个新的 Laura 模块，然后来实现一个任务的泛化。然后这篇文章中呢，就是至关重要的是这篇文章它能够自动组装 Laura 模块，而不需要就是人类自己手工设计。然后它就不需要人类的专业知识为依赖，就是这篇文章就是他们的方法是利用多个可用的 Laura 组合到一块儿，因此呢，这篇文章也把它称为叫做 Laura Hub，然后就是学习如何组装 Laura 的这个过程呢，然后也被称为 Laura Hub 的一个 learning。然后此外，这篇文章还有一大卖点就是说，就是这个学习过程呢，它的计算效率是非常高的，然后它使用了一种就是不需要依赖梯度的方式，来获取，就是不同 Laura 模块的一个系数，然后来决定不同 Laura 模块的权重是多少，然后组装之后的 Laura 呢，可以对一些没有见过的任务来做泛化，然后讲一下这个就是问题的建模，首先还是。他把大语言模型称为这个 mtheta，然后这里有必要说一下的是，就是这 cross task generation，就假定我们有 n 个不同的这个上游任务，然后我们用tau 一、tau 二一直到 tau n 来表示，然后这里的 cross task generation 呢，其实说的就是，让这个语言模型去处理一些它在训练的时候没有见过的任务。那其实说 cross task generation 有点陌生，但其实就是zero shot 和 few shot 的能力。然后这篇文章呢，它主要集中就是它主要集中的研究是 few shot learning，然后就是通过少量的这个打标签的例子，然后让模型去学习处理这些就是之前没有看过的这个 tau file。然后提了他个们的新目概的念呢，是吧？提了对个对新概对，念吗？叫 cross，对，叫那其实 cross 就是 task few shot generation，learning 嘛，对对对，就是 few shot learning。然吧？后就是我们的目的就是只需要就是让这个模型去就是让它去适应能够去解决这个 tau file。然后此外呢，然后此外就是作者在这篇文章中他说就是。你针对这就是 n 个不同的上游任务，然后它分别训练出了 n 个不同的 Laura 模块，然后用 mi 来分别表示这不同的任务的这个 Laura 的 modules 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之后就是 Laura Hub 的这个整个流程。Laura Hub 的 learning 呢，其实包含两个主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 compose 阶段，就是组装的阶段。这个阶段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阶段呢，我们把能够获取到的，就是这些 Laura Hub 呢，我们给它组装成一个，就是组装成一个 Laura，就是这个 mhat。我们
那针对于不同的这个 LoRA 模型呢，它肯定有不同的权重嘛。然后我们用这个 W1、W2 一直到 WN 来表示。然后这个 M hat 呢，其实就是这不同的 LoRA 模型的一个加权求和，就是这个公式。然后 WI 呢是标量，它可以是正，可以是负。然后但是这里有个细节啊，就是作者也在文章中提出来了，他说，就是如果说我们在这个阶段，选择过多的 LoRa 模块去组装，那可能会增加一些就是搜索的权重，从而破坏了就是整个 LoRa Hub 学习的一个稳定性。那为了缓解这个情况呢，他们在组合之前，他用了一个预过滤的这个阶段来去对于这些不同的候选 LoRa modules 来做一个组装。然后其实他做的就是一个随机采样的方法，然后在代码中，它的那个这个候选空间实际上是选了20个不同的 LoRa modules，然后在这20个 LoRa pool 里边选，然后最终组合出一个新的 LoRa，然后那其实组他合。现在就是随机选的了。然后他说以后 future work 我这里这个 prefuturing algorithm 可能以后我们再去搞，是吧？对，是的。然后这这但是我他听完的，这个东西好像 mixture of experts，其实就是是那挺个像的，非常像啊，就是每一个 experts 他增是加做网络，某一个 task 对吧？然后我对，现在做一个具体的新的 task 的时候呢，我给他们权重相加，对吧？mixture 嘛，给他们权重嘛，那好像。但是对，但其实，就是他这个做 LoRa 的加权求和，实际上他可能就是对于。计算还有内存的依赖还是要少很多的，我觉得相对于来说，就是 MOE 说它肯定内因为存他和做的这个工作计算全要都少是很微多。调的，那个 mixture 对，expert 他并不是做用来做微调，他是对于某一个task，他可能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expert 的网络，所以那个肯定是就是他们侧重点不一样，这个是专门出去做微调用的，就大模型它没动，所以它这个肯定说哎参数量少啊什么之类的，因为你本来面对的就是微调工作嘛。然理解。后这个以上就是它的一个 compose 阶段，然后第二个阶段呢就是 dev 阶段。这个 dev 阶段呢，就是说你把组装好的这个m hat 和我的这个大语言模型给它组合到一块儿，然后用一些就是 few shot 的例子 Q，然后让它去评估之后，然后让它反向去更新这个候选出来的不同的 LoRa 的这个参数，然后这个阶段呢，它迭代了 K 轮，然后最终得出来最优的这个，最终它迭代了 K 轮之后，它选出最优的这么几个 LoRa 组合到一块儿，然后这个 M hat 呢，再跟我的这个语言模型去给它做一个合并，然后得到了这个 M5。这个 M5 呢，它我们就认为它有能力去适配到一些它之前没有见到的任务。然后这里边还要说一些细节，就是，它在这个 adapt 阶段呢，就是我们首先就adapt 的阶段，它的任务就是去微调不同的 LoRa，它的前面的那个系数到底是多少。那其实很直观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梯度下降的方式去算这个 W，但是作者认为梯度下降的这个方式，它是过于依赖于这个 GPU 的内存呀，还有这个时间。然后，但是呢，我们要更新的这个参数 W，它实际上是相对来说参数量是比较少的。然后作者就更倾向于说用一种，就是我不用梯度，就是 gradient free 的 method 去做优化。然后，作者在这篇文章中用的是一种黑盒优化，就是说他把这个优化的重心给它转化，就是转移到了算这个 cross entropy loss，然后把这个目标设定为，我们找到一个最佳的权重级 W1、W2 一直到 WN，然后让这个权重就是在这个权重级上，得到的这个 LoRa modules 在我的验证级上的损失是最小的。然后此外呢，它还加入了这个 L1 正则化来防止去得到极值。然后其实就做的公式呢，就是这个阿尔法。这个阿尔法是一个超参数，不用理，就是不用管那么多，就是L1 正则化之后得到的公式就是这个，我们优化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他在这里边使用的这个 gradient free 的 method 呢，他说的是用的是这个 SHIWA，这个是一种组合优化的方式。然后它具体用的是一个CMA-ES，这个 CMA-ES 呢翻译过来就是说协方差矩阵自适应进化的策略。那这个策略呢是说在每一次迭代中，它都会。针对这个目标函数，它都会更新，这个函数的，分布和方差的一个，就是这个函数分布的均值和方差。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在就是在本篇文章中这个实验，就是它这个用这个 CMA-ES 呢，去用这个算法来去重塑这个 W 的搜索空间，然后最终能够在这个少量的数据样本上。来选择最佳的这个权重，然后实它验这方个法方讲，法只有当参数量比较小，就是你需要去优化的参数量比较小的时候才能做的吧？是不是这种做法？对，是的，但对这里我自己想的就是，那肯定它这里边，它关于不同的这个LoRa modules 它组合还是一个线性的哈，就是那可能更复杂一些，是不是我们能用一点更复杂的结构去给它组装成一个新的 LoRa modules？这里边我觉得也是那可看以有去没有探必究。要，就是你这刻意的把它复杂化，有时候没有必要。想看，这个后面再想吧，这个后面再想。然后之后就是评估，然后就是他做实验的时候，因为考虑到我们要用很多不同的就是 LoRa modules 嘛，然后他就用了这个 FLNT5 这个模型来作为大语言模型。这个语言模型它有个特点，就是说。它们有相似的结构，但是呢，它们是，大小不同，就是有，就是有非常多的 size，然后它在这不同 size 的语言模型上调出了许多不同的 LoRa。我觉得这一步它可能是为了防止，就是用同一个语言模型调出的 LoRa，它可能有一些相关性，然后它才这么做的。然后这个数据集和验证集呢，都是用的 BBH。BBH 呢，就是。在不同领域中的一些多项选择，然后他从这个 BBH 中选出了27个任务来评估，然后所有的任务呢都用就是 exact match 精准匹配来作为它的评估参数，然后主要的结果呢其实就是这个 table 所显示的。那这个 table 呢就是这是根据 BBH 选出的不同的这个评估级，然后就是这一列呢是 zero shot，然后这一列呢是。Few short 的in context learning 就是 SAL，然后这一列的是LoRa Hub 的一个表现。那从这张表中，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出哈，就是在大多数情况下，LoRa Hub 的能力是能够超过 Zero Shot 的能力。它就是与就是同样与 Few Short 的情况下，就是在 Few Short 的情况下，它可以与这个。in context learning 的这个表现是能够相媲美的。然后，但是呢，重要的是，就是说，他们的这个模型 LoRa Hub，他们能与 Zero Shot 的这个架构，他们使用相同的令牌数量。那但是呢，就是这个令牌数量是和 Zero Shot 相同，但是这两个方法用的这个令牌数量都是要比 SAL 要小。这是他们这个方法比较突出的点。然后他们这个方法，就是能够他们的最佳性能是能够超过这个 SAL 的，但是呢，比 SAL 可以使用更少的硬盘数量，这就这是个令牌数量具 LoRa 体是 Hub 多的一个少呀？我好奇一下，具体是多少呀？具体没有说，但是他就说了这个 LoRa Hub 的这个Nemos Token 和 Zero Shot 大致是相同。他不是应该列个表出来吗？这篇文章可能没有，我好像我是没有找到这个表。然后这个 average 和这个 best 它差异是什么呀？这它个这个 LoRa Hub 不 average是有一个 average，后面还有一个 best 吗？best，对，就但是这个 average 可就是从字面上理解就是 lower hub 的平均表现，然后这个 best 呢，我觉得我就我我这就。很简单的理解成了就是最优表现，然后，那这个最优表现怎么出来的呢？关键是，比如说他那个 compose 的时候，我记得他选择 LoRa 的时候。
它其实是 randomly choose 的是吧？它找了对。20个，那也就是说，你这个 randomly choose 的时候，你不小心找了这几个可能不适合这个 task，所以它可能性能表现并不会很好。如果你选到好的呢，它就会性能好一点，是这意思吗？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啊，表的那个数据，我一会儿再看一下吧。这个他没表的解数释据，啊，他没解释说这个 best 和 average 它 best 怎么来的，不太可能啊，肯定要解释一下的，我觉得。那表就是表的注释，我一会儿再看一下。我好像把那表的注释给漏掉了。哦，行，然后之后就是一般论文写到这儿都该说那个就是结论和展望了嘛。但其实这篇论文呢，它在第五章写了一个 analyze 的一个章节。这个章节呢是说，这个章节它是提出了一些相关的问题，然后在这些问题上做了一些解答。那第一个问题它提出来的说。这个 Laura Hub Learning 和就是普通的 Laura Tuning，还有全参数微调这个 Laura Tuning 到底谁比较优越？然后他就做了这样一个实验，就是这个图，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在这个 example number 比较少的时候哈，我们发现这个 Laura Hub 它的这个性能是。大致是能与全参数微调以及这个 Laura Tuning，是能够就是相匹配的。但是呢，但是呢，就是随着这个 example 的这个数量的增加，我们发现，就是它与这个全参数做微调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那肯定的，全参数微调肯定是那个最好，但是问题全参数这个微调成本高啊，但对是。吧？一般人搞不了啊。没错，所以说 Laura Hub 它在这个就是还是 few short learning 里边，它还是就是效率是就是它的表现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就是你看这个图里边，它是做了3个不同的任务来做评估嘛。然后我们看，只有在这个就是更简单的任务中，我们的这个 Laura Hub 的性能是能媲美，但在一而些且我相还对有一来个，说比我一较，直有一个疑问啊，就有一种感嗯哼。觉，就是这个全参数微调好像会破坏一些东西。就说，因为比如说你这个微调的数据，你这个数据质量到底好不好是问题。比如说他本来训练这个 base model 的时候，他可能用的数据还都挺好的，人家经过怎么去清洗啊之类的。挑然选，后你拿过来个垃圾数据过来给他 fine tuning 了一下，还是全参数微调的，那你会不会因为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数据质量的越垃圾啊，然后就会破坏它这个学习的性能，就有时候会反向的作用吧。就我在想，会有时候反而会破坏一些东西，会不会这样子？啊，这我随便猜测啊，随便猜测，随便猜测。对，那其实上上周吧，就讲了那个 instruction mining，其实那个工作也。就是挑选一些高质量的数据集，那个对，这个很重也要有，感觉，而且我还是很看重了要。篇文章啊。就是什么什么 inverse scaling，就说那个 scaling 这件事情，它不是就说，我们现在都认为模型越大，就 scaling 这个效果，它的性能会越好嘛？它有篇文章嗯哼。叫 inverse scaling，就说会不会到一个程度之后，你数据量越大反而会反向？它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你引进的数据很大，你越大的时候，你越难控制它的这个数据质量，然后甚至可能有些自相矛盾啊什么之类的，你反而有时候对这个模型会有伤害作用，就是。它到后面就是个伤害作用可能会产生，我也看到过这样一篇文章，所以我就想说这种分析可能就随便想一想啊，可能会有关系啊。然后啊行这行行，是，没事，扯远了，把这个继续吧，这个继续吧。对，这是第一个 analyze，然后第二个 analyze 呢是说这那第一个个没讲哪，完，第一个就讲了第一张图啊，那第二张图呢？Data understanding。就是第一张图是做这个，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任务啊，就比方说这个哦，任 Word 务表啊达式，然，OK，后第二和第三个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难的一些任务。那你难的一些任务，我们就能看出我们这个 Laura Hub 它随着这个。example 的这个增加，我们发现它的性能还是和这个 Laura Tuning 和 FFT 相比，还是就是性能差一点嘛。这是为什么？你看这个，到后来就差异还挺大，哎，是不是？对，到一百，我但估计是，一百以后可能没法看了，是不是？他就不放了。但是我觉得这个 Laura Hub 它可能更多的还是去做一些这个泛化吧，我觉得它的能力在这儿。
就是你重跟，点，嗯。对对对，我觉得你跟这个 Laura Tuning 啊，还有这个，就是 full function 就是全参数微调，它可能它的重心还在于建一些，就是做一些 async task，我觉得它的重心可能还在这里，所以说它在这个地方可能这个效果是相对来说这两个没有这两个好，哦，这是我的看法，然后这是第一个 analyze，然后第二个 analyze 是说。那我们的工作就是说，我们挑选出哪些这个，Laura modules，它对这个 BBH 这个 task 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呢？然后他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那这个其实我们只要看，我们训练出 Laura Hub，它关于不同的 Laura modules，我们只要看它的权重是多少就可以了。那其实作者就是把权重。最高的前五个，这个上游任务训练出了 Laura 给它摘出来了。摘出来之后呢，我们就能看它的权重哈，0.719、0.681。然后这个呢，这就是表明这五项任务哈，它是在这个，我觉得是在，就是 cross task transfer 上，就是跨任务转移方面上，它是有，就这五个任务它是更高效的。然后这张表呢，其实就这些权重呀，也暗示了说，就是其实这不同的任务，他们如果说组合到一块儿，他们在这个顺序任务中，可能要比你单个任务出来的这个 Laura，他去解决这个问题是更高效的，因为这个权重都是介于零到一之间嘛，那肯定就是说这个 Laura 贡献一点，那个 Laura 贡献一点，那肯定要比单个的 Laura 去做一些任务是效果是比较好的。然后，我此这外五呢，个这，任务，我再想一下，我有点没想明白啊。这个他先找出了不同任务，比如说他现在有这种五个任务啊，他权重最高的五个 task，对吧？对，好，然后他说这个是怎么了？这个时候 found that have substantial influence 啊，然后最大的 average rate，反正感觉超过0.5嘛，对吧？零点对对对。七、0.6最大，然后说他们什么有很强的。Cross task transfer，对，他，我这觉什么得意思是呀？不是算一个，就是迁移，因为我没有了解过迁移学习部分的东西啊，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这些任务在，就是 cross task 里边，就比方说在做一些识别未知任务的时候，这五个任务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要。我觉得他可能说的是这个意思。Interesting, there will 暗示了什么？These tasks a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他说有线性的 task。我这句话我理解的是，就是他可能就是不同的，就这五个任务嘛，他这五个任务，他可能就是比方说是解决某一个具体的任务，对吧？对，那但是呢，我现在。我要把这不同的这个 LoRa 模块给它组装到一块儿嘛，对不对？那我的这个权重是就是都是介于零到一之间，那是不是也就说明了我把这个 LoRa 组装到一块儿是比那是肯定比我单独用一个 LoRa 去解决某一个任务是比较强的呢？那就是说，我组装到一块儿是这个 LoRa 贡献一点，那个 LoRa 贡献一点，然后那我是不是在一些就是这个 sequential task 里边？我就是组装后的 Laura，相较于这个单独的这些就是 task 得出来的 Laura，它的性能是显著提升了。我觉得这句我有话一可个能疑问说的啊，是这个这个意 weight 思。值，这个权重值，task 这个 Laura 里面的每个 task，比如说0.719、0.681，这些权重算过之后，它就固定住了吗？最后它还应是该说，是固定住。针对你不同的 task，你这个 weight 值是会变动的？我这有点没搞明白。因为就是我觉得，它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这个 dev 阶段嘛。那我觉得它经过这 k 轮迭代，它这个 w1 到 wn 应该是固定住了吧？你固定住之后，然后你再去它处是理一这样子的，些，我开始想的是，它每个
就是每个不同的 task 的时候，它都要 fine tuning 一下。我本来以为是这样子，比如说我现在进某一个 task，对吧？然后它 fine tuning 一遍，这些 Lora 这个 Lora Hub，它把这个 WE 到 WN 那个得出一个新的一组权重组合，对吧？然后下一次有另外一个 task 的时候，我这里又重新 training。我开始以为是这样子，它现在它不是这样的，它是把所有的这些 task 拿过来，然后一个个搞一遍，然后它。总共搞出一组 task，是一组权重值 WE 到 WN，对，是这样子吗？这一组权重值肯定是针对于某些没有见过的这个 task 的权重值，对吧？那如果说你处理一种，就是这个例子中啊，它处理的这个就是没有见 async task 是这个布尔表达式嘛，对吧？那你针对这个布尔表达式，它算出来的这个 WE 到 WN 的权重是固定住了，我觉得是这样的。那如果说你算就是。你这个时候你又来了个，就是 Data 另 understanding 一是吧？个啊，另一个 async 的 task，它肯定要再算一组这个 W 值的。我的理解是这样。你确定啊？你确定？因为刚才不是有三张表吗？一个是那个 Boolean expression 的话，它会有一个性能表，对吧？啊，就这里，对它不是有对对，三就个这个吗？表，第一个，对。那估计也就是说做第一个 task 的时候，这个叫 Boolean expression 的话，这个时候就是会。训练出一组 WE 到 WN，然后 data 嗯，understanding 的时候没会有第错，二组，object counting 的时候有对，第三组，是这个意思对，啊，我是这么想吧？啊，的啊，我觉得应该也是这样子。好，那再往下，再往下，下面翻到下面一页。对，啊，对，那到这里的时候，他说，比如说他是 identifying the last step of giving process，最后一组，然后 determine if giving answer is correct，answering question created by。这个是 task 吗？那也就是说，这个 task 跟刚才这个什么 object counting 啊之类的，其实是什么关系啊？他们是不同的 task 是吧？我明白老师的意思。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里他说的可能是就是，我觉得他可能做了一系列的实验哈，然后这一系列实验他得到的这个权重可能是就是这五个，因为它不同的权重是关于不同的 LoRa modules 得出来的这个参数嘛，对吧？然后那可能他摘出的这五个应该是。而且这里这个表它没有用这个 weight 来表示，而是用了这个 usefulness 来表示。那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说它，针对于不同的这个任务，它训练出的这个权重，然后它都得到了这组权重数据，然后取出了前五个，然后我们发现前五个是一致的。就不太对呀，这怎么？这其实应该讲得很清楚才对呀。就比如说，我讲的是他这个 task，就是比如说，他第一个叫 identifying the last step of a giving process，对吧？这个所谓的 task 描述跟前面你上一页，比如说 object counting，它只是不同的 task 而已嘛。也就是我针对 identifying the last step of a giving process，我会去训练一组 wait 嘛，然后。其中有一个位置值特别高，是这样子吗？好像不对呀、啊，好像不是我理解这样子。你看这他这些里，任务都是上游任务嘛，对吧？对啊，这些任务都是就是上游任务，就是这三个是就是没有见过的下游任务。也就是说，哦，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哦。这个 task 第一个 identifying the last step of giving process，它会由。再仔细看一遍，extent of influence logger module has，它有27个 task found. We measure the impact of each isolated task by calculating the average absolute. Measure the impact of each isolated. 它测试了任哦，它这个是27个 task 里面的其中一个 task，它测量了每一个 task 的影响力，by calculating average absolute weight。这个 weight 是怎么？这个 weight 就是那个 weight 值吗？那个 weight 值只能说明啥就是？Top 我觉 five 得 task。这个 weight 值应该说明的就是不同的上游任务它算出来的不同的这个 LoRa modules 哪些 LoRa modules 相对来说是比较
就是对于这个 BBH 这个 task 来说，哪个 modules 就是每就是某一个 LoRa modules 的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呢？因为这个表它列出来的是就是最有用的前5个上游任务的 LoRa 的这个任务我嘛，那是其有点实理体解了，现出来就是用那个 LoRa modules 的权重来体现出来，对吧？然后它就能算出它的 usefulness 啊，这个不是权重值，对，这应该不是权重值，它只是对，用我也觉得这不是表，权重值，这应对，该它是一是用个，权重值去表示，然后，对，它对于这个 BBH benchmark 来说，对。我哪些 LoRa 的这个 modules 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有用的，不是 LoRA 或者说 models，的是，而是某些 task，是哪对些，task task 对，对，有 task 用？对应出来的那个 LoRa modules，它就是 task 和这个 LoRa 嗯，modules 我这估个计表 task 一。它也不是对应的某一个那个，它那个 task 应该不是对应某一个 LoRA module 的。哎，等一下啊，所以 we interest or influence a single LoRA module had had amongst 画的吗？怎么别扭？We examined，我们测试了这个，一个 LoRa module，它的 influence，we measure impact of。这我的理解，它应该是说它哪些 task 是影响力最大的，然后影响力大呢，是指说，比如说我这个 LoRa module 它。Use a single task head。他应该是说，我这五个 task 它是影响力最大的。可是上面又说，which LoRa module are most effective for BBH task？老师，是不是我理解的有问题？我觉得就是这5个任务应该是对应了他们根据这5个任务，然后算出来的这5个不同的 LoRa modules 吧。我因为是它上这面这样句想。说的话，它应该去讲哪一个 LoRa module 是影响力最大的，对吧？因为它有对，很但是，多 LoRa module 嘛，对吧？没错。就是我的理然解后是，这个 LoRa modules 它 task 呢应有该。25个，它现在又要找出了五个 task 影响最大的，我感觉是这样子。哦。是这些 task，它下面有句话说，这些 task 被 significantly improved，也就是说，这种线性组合的方式啊，不对，in sequential task，就这么多 task 里面，就这五个 task 是被提升的比较多吗？对，我是这么理解的，就A 是这五 unified 个 character task，among these top five 对，Was there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d reasoning skills of higher complex？其实大概可以理解，就是说这些 task 它其实做一些很基础的一些理解，比如说他说的 identifying the last step，对吧？或者做推理的时候，他需要做这个事情，回答这个 question 是不是正确啊？回答这个answering question based on，就是说它是基于哪个 question 的，对吧？这一类问题其实它很重要，就是说它能够。回答更高的一个 complexity 的，更高的一些复杂度的一些问题，对吧？就我们看这个描述就明白了。然后这一类的东西啊，unifying character amongst this，反正这一类 task 它是能够得到提升。你又妈不的，这这句个话怎么今天听起来这么保留一别扭？下，真是！你先下一页，下一页，看看在下一页地方啥。行，下一页他讲的是这个 gradient rate 的这个优化是否是。就是比较高效的，然后他做的实验就是说，他这个无梯度优化的这个方法，他首先是，就是他用了这个 Wiki Table Question 的这个数据集做了这个实证研究。他首先用这个数据集训练出来了一个 LoRa 的 module，然后把这个 LoRa 的 module 呢丢到了这个候选的这个pool 中，
然后让它，然后让它去执行 Laurel Hub Learning 的这个过程。然后我们也设计了就是一些关于 WTQ 的这个下游任务的 Few Shot 一些例子，然后给这个 Laurel Hub，然后让它去学习哪个 Laura 的这个 modules 相对来说是比较重要的。然后最终的结果就是说，这个 Laura Hub Learning 呢，它肯定是就是对于不同 Laura 学出来是不同的权重嘛。那我们也发现，正巧它把这个 WTQ，相应算出来这个 Laura 给出的权重是最高的。那其实也就说明了我们的这个 gradient free 的这个优化方法也是能够，就是非常有效的。他说的就最后一个 analysis，其实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再往下看，再往下看，再往下是吗？就结束了是吧？啊，再往下就结束了。再往下就是说，就是作者做了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就是说，这个 Laurel Hub 它在 BBA 是这个 benchmark 上，它能够。就是在 few short 这样的 scenario 下，它可以有效的匹配上下文，然后而且它在这个推理过程中无需这个上下文的示例。然后此外呢，就是这项工作它展现出了，就我们把 Laura 可组合性的这样一个前景给大家展现出来。然后这个工作呢，能够说去，促进 Laura 模块的组合和重用，然后努力实现这个语言模型它的。就是它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语言模型的这样一个训练的成本，然后这是总结，然后作者还总结了他三个不足之处。首先，第一点就是在刚才前面 PPT 说的，他对于不同的这个 Laura modules，他要怎么做一个预过滤，这是第一个不足。然后第二个不足是说，这篇文章所有的实验都是在就是 encoder decoder 的架构上做。然后作者希望他能在一些 only decoder 的这个架构上，比方说 GPT 这样的模型上去探究这个 Laurel Hub 是否也有相同的这个效用。然后第三个就是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gradient free 的这个方法，是否存在着比 gradient free 更优的这样一个方法存在？就是这是作者三个 feature work，然后之后就结束了。